你睡觉了。莎莎，你会担心婆媳问题吗？因为我们刚刚一直都没有聊过你将面对的婆媳问题。当然，因为我没有这种经验，所以我就是像婆媳问题对我来说是很生疏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了解了一下，去看望婆婆啊，到她的家里啊，有些事情不要去做。我是书里看的啊。哪些事情不要去做？不能轻易进厨房，侵占别人的领地。但是也有一些书说，你可以到厨房里面去问一下婆婆，未来婆婆我需不需要帮忙啊？对，你也要问问。嗯，对。以后你问我们吧，不要看书了。我想特别好奇你书上还看到什么，我们先提前帮你，对对对，过滤一下。书上说就是不要在那个男生家长面前去特别亲密的亲亲啊，这种要回避一下。亲密行为是有点尴尬。对，第一次确实，这个可以。那也是，要是有一天我女儿跟他，对吧？什么时间？哎，真的会。但我真的觉得，如果男孩子去女孩子家，最好不要。所以亲亲以后你会需要跟你的公公以及家人生活在一起吗？其实因为我是独女嘛，所以我家里只有小家庭，我们家就只有几口人，然后他们是大家族，他们家真的好多人，而且好多人。对，但说你们是一大家族生活在一起的吗？就是传说中的那种，没有，都各自分开的。但是过节都会聚到一起，比如说中秋啊、过年啊，都要有家庭聚会这样子。我觉得他除了就跟我爷爷、二叔、三叔、四叔，就全家人在，还没讲完，还有很多得。他们就是相处得很好之外，对于我爸爸也会很关心，就会自己用心，就当成自己爸爸一样。因为我妈妈之前我也分享过，她差不多10年前离开了。那儿子跟爸爸的一个关系，有时候去照顾我爸爸也没有那么去忽略掉。男生跟男生不一样的。对，所以就比如说我爸爸是经常痛风的，其实痛风你应该有很多东西不应该吃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哎，你应该要跟你爸劝他不要再吃那种就高那个胆固醇的，对，胆固醇高的东西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，他也不听的。然后他会在我背后偷偷的去买不同的药，跟不同的一些适合就有痛风的人去吃的食物，然后有时候也会帮他去包不同的什么我也不知道那种茶茶水，对吧？可以消尿酸的一些。对，然后也会直接发信息给我爸去说，哎，你要留意这个，我帮你买好了什么什么，你要什么时候去喝。他是口硬心软，然后也不是那种用语言很会说，哎，我很照顾你，我很爱你的那种，但是你是行动型的，不会说你直接去做。我觉得我其实一直以来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了之后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也是真的，我没有选错人吧。我要帮 C 商插播一个，我们大家举个杯恭喜一下。哎，他的爷爷拿了香港最高荣誉那个大紫金。哇，最高级别的，恭喜，谢谢，恭喜你们，恭喜，恭喜，谢谢，恭喜大家，谢谢，非常厉害的，就要对香港做好多好多好多贡献。哇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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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有容易感觉我们都有听到一样。我们现在收拾一下，出发前往蜈支洲岛吧。好，本节目由双金维生素 D 双金钙锌赞助播出，双金骨营养专家，为爱出发。
哦，这边水是比较清哎。说那个蜈支洲岛周围的水更清。今天说浪比前天那种要小很多。因为你在吗，浪姐？控浪控浪，你太能 cue 了，真的。我真的第一站是坐船吗？你们要梅吗？酸梅，哥要酸梅吗？什么什么？酸梅，就一会儿有可能晕船。先不吃，我恶心。我这有的是，反正我知道，随时跟我说。好的，谢谢。如果大家有晕船的感觉的话，就是跟着那个海浪一起一伏，就跟骑马一样的，随着它不动，随波逐流，会舒服很多。没咋舒服啊，姐。有人晕船吗？这里有药和酶。没事，就这样面对吧。尾波冲浪。真的醉了，这人。哎呀，真的不行，给你来点。这是啥呀？檀香精油。哎呀，把龙先卸下。哎呀，寸度不行，寸度不行，你船要没感觉，也没什么用，没什么感觉。各位，我们一会儿去的岛屿名称叫蜈支洲岛。蜈支洲岛位于海南海棠湾景区内，是躲在海棠湾美景身后静静绽放光彩的度假天堂。换一下着装，我们玩玩水。Hello， 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来了来了，快快先生快。走。哥，你不下水吗？我无所谓啊，可以下啊。这个穿着就是，好吧。哇，这丹姐做，来宝贝儿，让他坐前面。我们可以出发嘞，我们人已经齐了。弟弟呢？已经弟弟先去干别的事儿去了。那他等会儿跟我们一起玩吗？等一下还来的，他先去做别的事情了，待会儿再来汇合。为了配合今天的主题，我准备了年轻人喜欢的沙滩拍照方式。我网上找到一个。挖成一个心形的样子，然后从底下往上照，就是一个新的影子，给它挖出来。差不多了，快。差不多了，嘎嘎的。啊，我去那边埋伏他们，等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起。哎呦，拖轮啊。